時事中文，香香身回香席啊，回香席，因為啱啱學聯咪話要上京㗎嘛，咁啊上唔到啦，其實都唔意外啊呢件事係咪？大家都預計啦，睇下邊度會俾人截嘅啫。不過今次截係截得好早啦，同埋截得好高明啦。唔係，咁我想講就係咧，咪因為整件由頭到尾到而家，我覺得佢個創意都好充足嘅，其實即係佔中嗰邊係即係佢整件事都令人耳目新啦。即係相對於泛民嚟講，點都加咗多新嘅元素喺度嘅，即係成件事都後生好玩嘅、直至去到呢一步，我覺得就失策。其實可以咁講，直到咧佢哋大合照嗰張同泛民一齊咧手牽手，又攞翻啲泛民走翻出嚟。原本你記唔記得個佔領運動完全冇泛民參與噶嘛？但後來突然之間，佢哋拖住佔中三子，跟住泛民一齊影嗰張相就出事。出事，因為其實你呢啲包括呢啲所謂咁嘅回鄉試一試佢乜黑名單呢一啲嘢咧，係好泛民嘅。係，即係泛民嘅定義就係、是、俾佢入好多年啦，嗰啲好有經驗。係啊，同埋你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大家都知嘅，連嗰個受眾啊第一次，即係全世界第一次做呢件事，嗰個人 OK 嘅，證明咗大陸係再跟就，即係大家再跟住做，其實大家都預計，即係你對個成個市場啊，對個受眾都冇感覺㗎。有一次嗰啲班學位俾你嗰啲咧，即係咩攞黃曬啊，一樣抗議，完全又係跟住後面做就冇乜意義。咁你人哋都做過一次啊，第一次就好有震撼嘅。第一次你會震撼，第二次你覺得你冇新意啦、懶啦，同埋你開始跌入咗嗰、那個聖人軌道啊。聖人軌道咧就係、是、你好似。泛民一種聖人軌道噶嘛，聖人一定要即係佢呢種做聖人首要條件俾人充公呢個回鄉證，係跟住咧就係做啲其明明好你知道結果，亦都冇結果嘅嘢，係呢啲叫聖人軌道。咁我哋已經開始呢件事，我驚我哋一路都係重複翻，即係離唔開嗰、那個離唔開嗰條軌道，又去翻變翻泛民咁樣將件事拱翻去嗰度。咁我諗呢個就即係嗱，我諗佔領運動就係喺個實質層面咧，譬如喺嗰、那個公民提名未必有一個好大嘅爭取到乜嘢啦，但起碼你一個整個爭取嘅運動嗰意識形態或者個手段上都有啲創新喺度啊嘛，都俾人感覺，如果你做翻呢啲嘢嘅話，你連最後即係大家最欣賞你嗰樣嘢，你會自己都剝奪埋嘅話咧，咁我覺得佢就避免就棋差著啦。係啊，因為大家都係唔想就係換酒唔換瓶嗰樣嘢，即係換咗啲樣入去攞回香，其實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咁就唔想嘅。希望換咗啲人係有啲新嘅思維去幫手爭取民主，因為老實講，泛民爭取三十年，爭取咗啲咩出嚟？除咗爭取咩？原地踏步咯，又係爭取到選票越嚟越肥咯，啲肥仔。